啊，这段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右段啊，右面这段经文，明闻者得意啊，听到法音就得利益了。我们今天真的最困难的，闻法音不得利益，如果得利益，决定得念佛三昧。一般来说，啊，大乘家常讲嘛，慧目，慧目，啊，真会听，他契入境界，不但理解，他境界跟着就变了。闻断悟，悟真断了。闻修善，他那个善念善心他就生起来了啊，跟着这个身教转境界，一部经没讲完他已经证果了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啊，经讲一半听经的人证果，他转得快。我们都知道有一部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大师听人和尚讲法，那不就是听一句转一个境界吗？听两句又转一个境界吗？经没听完，老和尚只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大彻大悟了，他证果了。证的什么果？大乘圆教初住以上啊，我们一般讲佛果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十法界里头的相似佛，更不是六道里面的观行佛，不是啊！啊，他真成佛了。啊，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呢？没有别的，放得下。他把执着、分别、妄想，就是起心动念，一下放下了，顿舍，舍掉了，顿悟、顿证，啊，也不过就是两个小时而已吧，凡夫成佛。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放不下。听着是听的，这是佛给别人讲的，不是给我讲的，因为我不相干。所以听一辈子都是佛给别人说的，与自己不相干嘛。所以自己还是老样子啊，还是凡夫，依旧是轮回心，
天天感恩回忆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想想慧能大师，他2个小时从六道轮回反复生，一下就升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的痛定思痛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一句话说破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没有别的，就是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时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确实，成佛不难。一念之间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大乘佛法知难行易呀。啊，你为什么行难？是因为你不知，天天听经不知道，没听进去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李老师告诉我，有人读经听经听了一辈子，到80岁90岁啊，临命终时还是糊里糊涂的，一生呢没搞懂啊。这种人呢很多啊，大有人在啊。啊，为什么念一辈子、讲一辈子、听一辈子，都没能契入境界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我没放下，我所没放下，我是烦恼习气，所是五欲六尘，一样都没放下了。所以一辈子别搞了啊，只是阿赖耶里头落个佛种子啊。说实在话，这也非常难得，你的成就还在来生后世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。我们今天非常幸运遇到净土，净宗，如果你真心、真正愿意去，你这一生决定能成功。啊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无量寿经细讲，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让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有真的印象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才会真正发心。啊，只要一发心，无量界的烦恼习气都能够消除。啊，没有办法断，能扶得住。啊，扶最重要的是放下，是忍耐。啊，放下不能忍耐，他又现前了。
啊，忍耐心永远辅助。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有个高度的警觉性，那就是烦恼习气一现前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赶紧用这种归到这个佛号上，外面放点放下，不要了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念头里只有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扫得干干净净，全扶住了，你就能往生啊。断不容易啊，我们没有能力像慧能大师那样的，他是断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给我们实现的是断，都是顿舍啊，这在佛法里面叫上上根。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能一句佛号把烦恼习气扶住了，控制住了，也算是这个时代里头的上上根。啊，我们心里没事了，没有任何牵挂，啊，没有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再执着生生活，这是根本。不再执着，啊，我所有的这一切是为我所，全放下。啊，我有财产，我有土地，我有房屋，啊，我有权势，我有眷属，全放下了。啊，恢复到你原本的清净无为。啊，这些心身外所有的都是因为你有身而后你才经营的，不知道这个经营给你带来障碍，增长你的烦恼习气啊，这个烦恼习气就是分别执着，你没有你不分别不执着，有了就分别执着。所以应该怎样看法呢？有随他去，没有也随他去，一切随缘，不操一点心，这叫随缘妙用啊！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呢，他就是这样用心，所以他心永远清净，永远平等，不生烦恼。事出事法他样样明了，啊，丝毫不会错乱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他智慧用事，啊，或住在这个世界，或到极乐世界，一切都随意。